妍希，妍希，你们别丢下我，别不要我。不会的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我错了，没有你们我不跳了，我再也不跳了。你要记得，你是因为什么爱上芭蕾的。小希，我们离开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放弃，你也不许放弃。你发誓为我们，为自己继续跳下去。我发誓。27天，还有27天。完成的非常成功。放心吧，没那么严重，半年以后就可以继续跳舞了。谢谢医生，谢谢护士。嗯，你继续照顾他吧。好。你醒了。医生刚才说了，手术很成功，你很快就会好了。我都听到了。有些事急也没有用。25天，离梦想之夜只有25天。我答应我的姐妹们，最后一场舞我一定要跳好，可是我现在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看什么呢？都是这么好的朋友，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要是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肯定什么忙都愿意帮。兄弟们，帮我个忙，跳四小天鹅，帮姑娘们漂漂亮亮的谢幕。你是说唱四小天鹅吧？跳。太阳蛮大的。在梦想之夜，我们帮姑娘们完成最后一个心愿，咱们四个跳四小天鹅，好吗？你
要是想跳，你自己一个人跳也可以啊。那是四小天鹅啊，不是我们不愿意跳，是这一个月根本就跳不好。就是啊，不是怎么知道不行呢？啊？韩老师已经告诉我了，妍希去不了法国，这是他现在唯一的心愿。什么？他去不了法国了？那你怎么跟他说啊？我没跟他说，我不能让他再受打击了。兄弟四年，这是我第一次求你们。让咱们几个跳舞，这不成了那电影光说六壮士了吗？几个大老爷们跳艳舞，那像话吗？许诺让我们练的是芭蕾，不是艳舞。可就咱们这几块料，跳出来的不就是艳舞啊？走走走走。哎，你们。你也许不知道，那个小小的我。年少的秘密藏在心中角落，是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，像我时常也把心事轻轻诉说，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，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。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，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？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，我的年少有你，你的青春有我。你觉得再来配合怎么样？这首歌写的不错，你唱的也很好。加入我的乐队吧，我们做原创。你的好嗓子加上我的吉他，在梦想之夜上一定会被唱片公司看中的。如果你找到一个更好的鼓手和贝斯手，你会换掉你乐队的人吗？音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梦想。对我来说不仅是梦想，更是实打实的未来。如果我遇上更好的乐手可以给我更好的未来，我自然会选择换掉他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。我的兄弟们快到了，我们还要排练。走了。对了，许诺，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同台的。许诺，你们上哪儿排去啊？啊？